吕慧仪、张景纯元宵又放闪，供水链自制12张情侣海报超越吕慧仪。张景纯除了在《爱回家》饰演情侣外，现实中二人的亲密关系亦备受关注。本刊上月报道过，二人拍摄期间戏服都无换，撇甩剧组撑四角。最近又流出一条二人在化妆间甜蜜拥抱的短片。来到元宵节，张景纯更一口气放出12张情侣 poster， 似乎有意大方公开两人的关系。李嘉欣转贴吕慧仪、张景纯放闪短片，日前李嘉欣的 IG 转贴了二人在化妆间的拥抱影片，片中吕慧仪负责自拍，然后张景纯从后突入孤颈搂抱吕慧仪，女方情不自禁流露甜笑，画面还要加上闪光突效。短片一度引供水链粉丝轰动，到底戏彩排定戏情不自禁，由于只设地点戏化妆间，真戏可以弹出弹入任由观众演绎，借粉丝供水党歹图表心意。2月8日晚是今年元宵节，张景纯在个人 IG 张贴了粉丝供水党的改图，并留言祝大家元宵佳节快乐，灯笼爆竹下弦乐，团子有一个甜蜜的周末，在外要戴口罩勤洗手。特别喜欢日本风设计的改图，认可供水党改图的